事情，所以长恨哥这个资料来源，就这个工作表里面哦，如果我希望把它分一栏啊，然后或者是分两栏哦，有没有？甚至分四栏呐，四栏我就没写。哎，那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程式给写出来？有没有一栏跟这个两栏？OK 哦，清楚。然后主要啦，我们就是写三个按钮，有没有？哎。那一个按钮就是一个 sub，所以写的方式哦，第一个啦哦，我们逐一来看啊，等下我们先把它删掉了，你从头来哈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当然，请你在什么，在这个地方先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，工作表名称也叫 VBA 算了，OK 哈。那 VBA 的话呢，我们因为 VBA 我觉得弹性比较大，你要分几栏，甚至将来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干脆跳出一个讯息方块说，请问你要分几栏？那你可以输入一，它就一栏。输入二那就两栏，输入三就三栏，哇，那这弹性更大，OK 哦。不过这个的话，当然你可以延伸去把程式写出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哦，切到 Visual Basic 啊，这个前面我们有做过了哦。然后呢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先撰写一个叫，但是先从一栏，先从长恨歌一栏开始好了。所以我就先打开 Visual Basic，我先把它移除掉，重来过哦。那一样呢，我的习惯是打开这个 Visual Basic 之后，然后呢把它稍微缩放一下。我习惯是浮动在上面这样看，会比较可以看到后面，前面也可以看得到啊，程式，后面也可以看到你要做什么哦。再来的话就插入这个模组，然后呢第一个是一个按钮就一个 sub 了哈，你就写一个 sub，名称叫长恨歌一栏好了哦，OK，然后 Enter。然后我们就产生一个 sub 了，里面还没写任何东西啊，字太小就把它放大。工具选项，撰写风格，哦，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好了，12好了，OK 哈，好。那第一个的话，你想说，哎，老师，那个程式要怎么写呢？哦，如果你不会写，我就建议你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这个公式，这个公式也好了哈，或者是说你啊，我是觉得你用 colon 跟 row，假设这个地方有没有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colon 跟 row 啊，这个如果我今天一栏的话，啊，colon row，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，哎，不，这个应该改 row 就可以了，因为 colon 应该不用，啊，就是一栏的话，其实主要是改，因为它这边只有 A2 嘛，哈，我在想应该只要改这里就好了，这里改什么？改 row 就可以了，row 小括弧。啊，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哦，就是你要先把什么，把这个跟这个删掉，哦，所以把这个删掉，然后把这个删掉，OK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呢，它就要按照什么，每向下一列再加上7的倍数，所以一定从一开始嘛，哦，然后往下一个就再加7。就变八，再加七，15，以此类推哈。那也往下拉，我记得好像总共应该有840个字，应该往下拉的话，等下哪里出错？Ctrl D 一下，刚好像改到 OK。理论上应该到，我记得好像应该是120吧，哦，到120啊，太过它，哎，这个哦，直接填满到120的位置。好，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121没关系，它超过，因为没有资料了，所以它就抓不到资料哈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如果要把刚刚的那个，上面的编号跟左边的编号删掉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改成用 row 了哈。OK，啊，如果多栏的话，就是要再加一个 column。OK，那你说为什么要特别看这里啊？主要就是说，其实概念都差不多。如果你这个 OK 之后的话，那其实你要转 VBA 就非常简单。首先的话，第一个哈，我们要怎么样哈，把这个，因为我要执行回圈嘛，那回圈的范围我刚刚有讲过了，Ctrl 向下，我记得好像我们到120，所以我们的回圈范围先给它好了，所以从哪一列到哪一列，按个 Tab 键，for i 哦等于第几列呢？第一列到。应该到最下应该120吧，OK 哈，所以一到120 Enter 2下，打一个 Next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要抓资料哦，它输出的范围
是从第一列到第120列，哎 ，OK 的嘛哦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那输出到哪里？输出的位置的话呢，那就是输出位置是打前面，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哦 ？Sales 的第 I 列的 A 栏，因为我要输出到 A 栏、哦、，OK 哦。当然啦，如果你练习的话，你甚至可以先放到它隔壁 B 栏看看也可以啦。哦，反正这个是输出的哪一栏，我放在 B 好了。OK 哈、哦，等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公式的。那你想说那个公式，哎，这要怎么下这个公式才 OK 哈、哦？那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。这个逻辑的话呢，因为在 VBA 里面的 MID 函数哦，它也跟Excel 的函数一样，也叫 MID。 那再来就是说呢，我要取得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个资料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、哦、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好了，如果假设我今天想要写一个什么，写一个 VBA， 它可以产生的结果就类似像刚刚看到的分一栏，应该这个、啊、关键就是后面这个地方哦。当然这个地方一样是 MID 啦、哦Meet， 然后后面他问你说：“哎，你资料在哪里？资料在长恨歌。那在哪一个工作表哦的叙述方法有很多种，你可以用工作表，一般就用序词物件，序词有没有刮胡？那跟他讲说啊，我那个工作表的名称叫做长恨歌，所以你把那个哦名称给他，后面再加一个点。”点的意思是说呢，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，一般是用 range 的，所以你这边后面再打一个 range， 所以哪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，那你就打一个 A1 就可以了，哦，哎，他就知道说，哦，你要抓的资料哦是在这里呀、啊，有没有哪一个？就是这个工作表，哪一个工作？这个工作表，他会抓到这一个名称的 A1 储存格，哦。那这个是第一个参数，第二个参数的话是，哎，他问你说，那你的那个这个什么，你的这个第几个，应该再来就第几个字嘛？啊，我刚刚讲过那个规则呢，我们是什么一加上，哎 ，row 减一乘上七。那你说老师这个规则哈、哦，其实我跟各位讲啊，在这里的 row 你可以用 i 取代掉，因为 i 就是所谓的列。有没有？这现在 i 跟这个 row 哦得到的结果是一样，有没有1到120嘛？所以哦，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有没有直接拿来套用，后面就逗点一加上把 row 有没有改成 i， 所以刮胡 i 减掉一刮胡乘上七，后面都一样，逗点七，哎，再后刮胡一下，印象中应该这样就 OK 的啦哈、哦，把它移开一下。应该没错，你移开之后如果没有发生错误的话，那表示应该 没打错了。那再来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输出，因为我不想要把这个公式拿，所以我输出到 B 啦，所以我们切回来，我看切到这边好了，切到这个，那我一样把它改成 A 算了，哦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把结果输出到这边看看 ，O 不 OK， 执行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，看结果对不对 ，Ctrl 向下。哎 ,120, 看起来好像应该没错。好，那也就是说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假设要把 VBA 写出来的话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。主要有哪些地方不同哦，其实你可以参考刚刚的这一个公式。有没有，我是把它改成用 row 的方式哦。那其他基本上大概规则都差不多耶。主要就是写个回圈嘛，跟他讲你的输出范围1到120。哦，那输出到哪一个哪一栏 A 栏嘛？哈、哦，这边 sales I 的 A 栏指的是 A 栏，哦，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就可能需要记的就这个啦，就是哪一个工作表的 A1 储存格。那你说老师，那这个 A1 的前后需不需要加前的话？跟各位讲，完全不用啊、哦，因为这个不是 Excel 的公式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啊、哦，你说老师这个写法感觉有点冗长哎，可不可以把它缩短一下？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写法，比较简短，比较像那个什么，在 Excel 里面公式。
像这样的，有没有长恨歌惊叹号 A1 对不对？其实如果你要写成类似像Excel 里面这个公式哦，可以把它改成中括弧，另外一个写法哦，中括弧，但是你后面这个点有没有要把它改成类似像上面这个一样惊叹号，然后这边不要这边不用加这个吧，我看，然后这边就直接给一个 A1 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后括弧一下，哎，这样写法啊，记得前后要不要加那个这双引号？我看啊，不用加，就是类似像这样 ，OK 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指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储存格哦 ，OK 就是这样哦，哎，好像这样瞬间哦缩短很多，有没有？可是啦，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哪一个物件就是序的物件，哪一个 range 啦，就是用这样的写法是有点取巧。它好处是比较短一点点，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所以这个把它删掉一下哦，再手动删一下，然后用这样的哦执行看看，哎，可以耶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写法哦，你们可以当参考。OK， 所以这边我本来的写法原来是写这样啊，有没有？然后改完之后哦。这个是原来的，我把它复制一下，那当成比较好了，所以前面加一个单引号，这个原来的人哈，那改的话这个地方哦，你可以改这边加一个前括中括弧，那记得这边把它改成惊叹号，这个跟 Excel 的公式还蛮像的啦，有没有 A1？ 那这边的话就加一个中括弧 ，OK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哦。那你说这样的写法有没有什么缺点？其实我看看书有好像有一些书里面有讲到了啊、哦。这样的写法哦，它的缺点就是说执行的效率比较差。OK， 会差多少？以这个来看啊，其实我跟各位讲哦，相差应该是百万分之一秒吧，有了比较慢。那当然，你如果你的储存格位置很多的时候，当然不建议你用中括弧，哦，比较还是建议用物件的方式存取。可是如果你资料不多啦，就一个储存格而已，我是觉得这样可以啦，这样也是算过哦。OK， 所以后面我也许我们就写这样子比较好理解哦。啊，请各位试一下长恨歌一栏啊、哦。那当然呢，你除了一栏之外哈、哦，可以再把它分两栏，长恨歌两栏，哎。两栏，你说两栏，老师两栏怎么做？哎，其实刚刚不是有做过吗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拿这个公式来改就可以了。哎，那怎么改？哦，试试看好了。如果改得出来，那表示你应该理解了。来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哦。所以记得哦，先把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 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，然后呢，先写一个 Sub， 名称叫长恨歌。一栏 ，OK，、哦、然后两栏，也许四栏也可以把它做出来，然后。